我跟他妈一个年龄段的。你这蝈蝈要转着卖，比你站着卖要赚得多。你咋进来的？我吓死你了！这账一会儿结，我来给你实操一下，我教你怎么抓着卖。我店没人看怎么办？哎呀，走走走！我要是这个方法好用，你咋感谢我？我锅可以给你免单了。哎呀，我叫华佐，我给别人开一道方子值100个 W。哦，我下午有个小班课，50个人，这50个锅盔你能不能包了？那你教不会我怎么办？我教不会你，这大奔给你了，行吗？来，走，跟我走。一会儿认真看哈，三道方子，尤其是第三招特别绝。走，美女，我们家锅盔搞活动。现在锅盔又这么卷了吗？这做生意都做到别人家门口，我不饿。逛一会儿肯定会饿。这儿有1个小时电子停车券，发给你。哎，你这不是什么套路吧？没有套路，你凭着电子停车券到我们店里还可以抽盲盒，这盲盒里不光有好吃的，而且还有像美甲呀，还有洗车呀，各种优惠项目。啊，正好我想做美甲，先加一个吧。啊，行，一会儿回我们店里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这两句，他就能去店里吗？你不信是吗？咱俩打个赌，如果他要是去咱店里了，你补50份锅盔给我学员，怎么样？如果要是没去，双倍买单。我估计选，咱就走着看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这个盲盒在哪儿呀？对呀，美女来了吧。这个东西南北玩过没有？这是我妈小时候玩的。妈呀，我跟她妈一个年龄段的。这话听着咱们像骂人呢。来吧，抽一个吧。那我选一个，我选东四，看看哪一个。美甲。行吧，您获赠了一个99块钱的美甲卡一张，过去就可以做了。啊，不要钱吗？不要钱，这是我们合作单位。啊，这个好啊。来锅盔是吗？是。你如果要是今天去我们新客到店，充100返100赠100，然后这个锅盔我就赠给你了。哎，充100返100还赠100、怎么样？来不来张卡？这什么意思？返100，返的是我们家特制的酸梅汤，一共呢10杯，您每次来买锅盔的时候都赠您一份。来我扫一个。哎，好吧，还要再赠您100。赠的啥？您给我们推一个好友过来。您的闺蜜啊，闺蜜卡。我把这100元呀赠给他，然后他每次来进店消费的时候，他10%就可以来抵扣，一直到抵扣完毕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推一个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推个好友给我。好的，好的，直接推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要不要我跟你说一下这其中的玄机？行，你说说吧。第一个叫做刚需引流，我们通过电子停车券，是不是提前一步就把顾客锁定到店里面来了？第二个叫做卡券截流，抽盲盒有个小惊喜，送他一个美甲。它有情绪价值呀，你有成本吗？美甲卡是谁提供的？美甲是你异业合作的这些机构们提供的。我问你，他们愿不愿意免费给你提供呀？你把客流导给他们了，他们开不开心？开心，是吧？第三个叫什么？叫做充返赠锁流法，充100返100赠100。你看，咱们有条件、有频次的延展顾客，顾客是不是就完美的锁定在店里面，不停的回流啦？最后一步还干了啥？叫做闺蜜卡裂变。远程就给你推荐了一个好友，你是不是又有新顾客啦？好的，老师，下午的小班课我能跟你学吗？不行，满了。来吧，想学更多是吗？来我直播间，华佐指导，商业必报。